Hello， 兄弟们，今天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村子里面，一个阿富汗的一个村子里面。哇，今天那个村长带我到他们家里来了，然后非常的热情啊。看见这边的小孩，我天哪，又看到好多小天使了，很可爱啊，这小孩非常的可爱。昨天我们过来，然后来看了一下，然后在这路过，然后村长就把我们叫过来。他们的眼睛真的是让我没办法拒绝啊，这小孩真的是太可爱了。今天我们带了礼物啊，夏天来了呀，我们吃西瓜。他们的这边的西瓜应该是蛮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这边的西瓜应该是蛮好的。等会我们给孩子们吃西瓜好吗？还带了一些甜甜圈，带了一些甜甜圈啊，这个甜甜圈也是他们很喜欢吃的东西。还有一些阿富汗的蓝，这个蓝是阿富汗的蓝，阿富汗的蓝很厚，然后那个味道很脆，我们刚刚炸好的那个蓝。还有带了两个西瓜，应该够这些孩子们吃了，也够这些孩子们吃了，兄弟们，好吗？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孩子们叫什么名字，好吧？认识一下，好吧 ？OK。拉赫曼是吧？没关系。叔叔的儿子。哦，叔叔的儿子哦，就是他侄子是吧？这个小侄子，哎，你好。有点木了，这个小女儿呢？他女儿啊，兄弟们，这个小女孩是他们的村长的女儿，小女儿呀，啊，好可爱，好可爱呀。Salam， 你好，哈喽 ，Salam， 你好，好可爱呀，兄弟们，给他们看，大家看一下吧，好可爱的眼睛，好大呀，哇，好可爱呀。然后来，这里还有一个，这是他的谁？叫什么名字？是他那个什么妈妈的姐姐叫什么？妈妈的姐姐叫。妈妈的姐姐叫姨妈，姨妈还是姑姑？姨妈，对，姨妈的女儿，姨妈的女儿是。对，叫什么名字 ？Name this Zainab。哇，眼睛好大呀，好可爱呀，兄弟们，今天要给你们介绍几个小天使呀，好可爱呀，兄弟们，你好。然后这个一个来，这个哇，这个好可爱，这个是谁？是他的那个叔叔的女儿哦，你在吃这个啊，这个是你们的午饭是吧？瓦法，叫瓦法是吧？瓦法，你好，哇，好可爱呀，天哪，这些小孩真的是像天使一样，全都是小天使呀。看他们的眼睛，我的妈呀！哇，兄弟们，大家好，我是小虎岩，欢迎来看我的视频。今天的这些新面孔怎么说？太可爱了呀！这孩子们又可爱又可怜。卢黑娜，他的这个头发是天生就这样的，还是怎么会变？这个卷是天生就这样的吗？生下来就这样的。不是烫头发的啊。这些孩子们全部都是跟着父母避难过来的呀，战争真的是害死人啊！这些小孩本来可以很幸福的。我们这个视频先来认识一下这些小朋友吧。是他的哥哥的女儿。哥哥的女儿啊，后面这个了，这个，塞伊拉，哈吉拉，啊。你好，这男孩呢？阿巴斯，你好，阿巴斯，你好，
塞伊拉，塞伊拉，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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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这个小孩。他他，他去弄的，去弄的，弄的去了。拉西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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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拉西布，啊。这个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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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拉，这个好可爱。阿德勒你好你好阿德勒这个了这个后面这个这个了这个好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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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得好笑得萨迪卡笑得好灿烂啊萨迪卡你好你好萨迪卡这个了这个了 BB 啊 BB BB 哦中国名字啊轻的意 BB 哈哈哈 Amran Amblan 你好你好 Amblan 这个这个是大女儿是吧阿基拉阿基拉阿基拉你好你好阿基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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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这个来这个来叫什么 Mar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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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不是他的女儿这不是村长的女儿哈喽兄弟们今天我们到了这个新的阿富汗的部落来了呀，然后我们刚刚进来，现在被这个村长请到他自己的家里来了呀。看一下我们的村长，比拉罕啊，很年轻啊，比拉罕，看他的小女儿啊，好可爱。兄弟们，这是村长的小女儿，好可爱。你好，你好，啊，好可爱，小女儿。握个手来，握个手。好可爱。好可爱呀、啊！后面那个是姐姐，也很可爱。小心点，哇、哦，好可爱呀、啊！哈哈哈哈哈！吃的好开心、啊。OK，OK，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看肖斐然的视频。上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这些可爱的新宝宝啊。看一下，兄弟们。这是这个小女孩的小玩具啊，好可爱呀！我的妈呀，太可爱了，这个小孩好可爱呀，眼睛，哇，这两个，我的天哪，我要拍个照片。不用说啊，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平时的食物都很匮乏，就靠一点点干巴巴的馕饼填饱肚子啊。视频中能看到有几个孩子手里还拿着一小块馕饼在啃，这就是他们平时的午饭啊，真的看得让我非常的心酸啊。这么可爱的小宝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吃，就靠这种馕饼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孩子们带了一些小礼物啊，甜甜圈。这边的小孩都非常的爱吃这种甜的东西。我买了些甜甜圈啊，兄弟们，他们很喜欢吃这种甜甜圈。对，对，给他们都吃一点吧，都吃一点吧，每个人分一点吧。这个甜甜圈很甜啊，我们中国的孩子肯定不会吃的，肯定不爱吃，但是这边的小孩就太缺热量了，他们很喜欢吃这种非常甜的东西。看孩子们这些期盼的眼神啊，很像我们小时候，像我们90后80后小时候的样子啊，平时他们也很难吃到。然后西瓜的话，我相信这孩子们肯定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了。这个男孩每人吃一点。小孩好可爱，这个好喜庆啊，这个看能不能我们下次再过来给这些孩子们也开一个灶啊，然后给他们做肉吃。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想吃牛肉还是想吃鸡肉，下次我过来做中国的食物给你们吃。然后孩子们都说想吃鸡肉啊，看下次我安排一下吧，安排一下我们再去弄个炉子来，然后搞个锅来，在这里也做一个小食堂吧，给这些孩子们补充一下营养吧。每个亲戚我尽量抽点时间过来给他们做营养午餐吧。希望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肥羊的视频，关注这些孩子们好吗？我们一起来帮一帮这些孩子们吧。既然大家能看到这个视频，既然我能来到这个村子里面，就是我们中国人跟这些孩子们有缘分了，那我们就让这份缘分给孩子们带来一点点温暖吧。谢谢我的老师，谢谢外来，谢谢外嗯，现在给他们分个篮，兄弟们。谢谢万一，万里万里 ，first and money。今天我们的礼物有点少啊，礼物不够。谢谢，谢谢万一，谢谢万一。那么快咋个？谢谢。上了吗？嗯，好开心、啊。这是那谁做的干？我和我。嗯，你咋做的？今天请这些孩子们吃西瓜、啊。
让这个村长来切吧。哇，这几个小孩太可爱了，兄弟们，好讨人喜啊！好吃吗？那枣子怎么说呢？哎，告诉我。Juan de Wada。对，村长在数啊，在数这个小孩的数量。嗯，太可爱了，哇，好香啊，这西瓜，闻到香味了。兄弟们，看这些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啊，肯定很久没有吃过像样的水果了，以后我们经常来好不好？所以非常感谢朋友们能够多发弹幕，能够一键三连啊，给我们的视频增加一点人气吧。小心点，哇，好可爱呀、啊！哇，兄弟们，太可爱了！谢谢我的外。这几个月下来，我能够通过自己制作视频内容，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价值和帮助，真的是一件让我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啊！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啊！然后视频的播放的收入还有带货的收入，肥羊会用来帮助这些孩子们。还有谁没有吗？OK， 这个给爷爷吃，给爷爷吃。爷爷。对，我放这边。哇，兄弟们，看一下这个小孩，好可爱呀、啊！欢多的。哇，好可爱，兄弟们。好可爱呀、啊，兄弟们。这个小孩也可爱，这个也可爱。我胖，哇，好可爱，兄弟们，哇，这眼睛，天哪，太可爱了，我的 push 这大个卡卡，控制一下，知道吗？哎，那不会给，但是我也没看啊，哎，亲爱的，把它拉一下，看不见，亲爱的，不亲，亲爱的。耶、yeah, 秦南义秦南义的刚刚那个村长啊，在告诉这些孩子们说我是中国来的，是中国人，他们称中国人是秦人，就是秦南义就是秦，我们的大秦帝国啊，重要的人称中国人都是秦，然后欧美就是唐人街说我们是唐人，然后我们自己说自己是汉人，秦汉和唐朝就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称呼。你好，握个手来，好可爱，好可爱呀、啊！后面那个是姐姐。
给他们也来做中国菜吃好不好，让他们尝一下我们中国菜的味道好不好。哇，这些太可爱了，兄弟们，也有6岁、67岁，这两个都是3、4岁的，下次过来给这些小天使们做中国菜吃啊。再见好吧，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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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来，再见再见再见，拜拜再见。肥羊给孩子们赚点经费，大家是否想寻找一款天然有效的养生佳品？藏红花或许是朋友们的不二之选。这种珍贵的植物药材源自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历经数百年的历史沉淀，成为了顶级的滋补品之一。藏红花不仅能为食物增添丰富的香气和美丽的颜色，还富含多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提升免疫力，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以及减少炎症反应。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藏红花都能为您的身体带来独特的健康效益。食用也很简单，煲汤或者泡茶都可以，每次只需要6根就能有充足的营养和调养身体的效果。肥羊在中亚的朋友是专门做伊朗藏红花进口的，所以大家能放心，这款伊朗藏红花一定是正品，是采用最优质的红花柱头，采摘和加工过程全程手工完成，保证香气和品质的完美呈现。食用藏红花不仅是对身心的享受，更是对自己健康的投资。快来尝试一份纯天然伊朗进口的藏红花吧。手机竖屏后视频的下方有产品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下单，带货的收益也是肥羊用来帮助孩子们的重要经费来源，感谢朋友们的支持与厚爱。最后祝福您和您的家人幸福健康，事业顺利。